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这个作用的灵感来源就是前段时间刷到很多医生护士摘下口罩的真实情景。一月份网络上有很多武汉的医院口罩告急的声明，打听了很多途径，最后在我签约的公司的帮助下收集了10000个合规口罩，虽然中间一波三折，但最后成功的寄到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但这只是沧海一粟。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减少出门，尽自最大的可能减少感染的风险，理性购买，不要盲目的囤货，把更好的口罩留给需要的人。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